我都鼓励大家咁样嘅，你可以咧翻屋企之后咧，你就去可以揾人讨论下今日学过嘢，或者你自己去反思，能够将呢啲学到嘅表达出嚟，睇下你能唔能够应用到，咁咧你就会吸收比较深刻啲啊。如果唔系咧，就上一堂咧好快唔记得，因为今堂讲嘅嘢咧唔系净系一啲教导，系一个整个生命嘅方向嚟嘅，系整个生命活在神嘅爱中，神咁锡我，于是我好深信神会提升我，神会挂住我，神想祝福我。当我一行神的路，神就喜悦噶啦。而佢嘅恩典激励我，我任何做啱神嘅嘢，神都一定喜悦，神一定祝福嘅。咁所以我更加有动力去遵从神。呢个系今次我哋所讲过嘅主要嘅意思。嗱，咁咧呢度想讲一样嘢，就系神嘅爱同埋喜悦系有分别嘅。我哋应该讨神嘅喜悦。嗱，咩意思呢？我听过一啲信息咁样讲嘅，神咧会大大祝福你哋噶，神咧会供应你的需要噶，神咧会提升你的生命啊。佢全部都系讲神会做乜，但系完全冇讲人做乜。嗱，呢个咧唔系真理嚟嘅，点解唔系真理呢？有好多基督徒系得唔到神嘅祝福嘅，即系佢有救恩，如果佢一路信耶稣，但系因为佢，譬如佢继续喺罪中啦、情绪之中啦，神系唔喜悦噶。佢系佢冇先求神嘅国。你发觉好多应许咧，都系讲明系先求神嘅国，爱神嘅人、敬畏神嘅人，圣经系讲明呢啲人咧系得福嘅。信耶稣本身系得福，但系如果个人信耶稣，跟住咧佢又婚姻破裂，又伤害人，又做好多唔好嘅嘢咧。他的生命是会有很多拆毁和很多痛苦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只是说神会祝福，而是应该说什么呢？神祝福凡爱他的人，亲近他的人，神很喜悦，神会欢喜的。所以在讲祝福的时候，都是讲到人会做些什么的。然后即神有一个无条件的恩典，神的救恩，人有没有信耶稣，神都已经预备过救恩的。天堂一早预备了，圣灵会感动人，神的话语赐给人，这些全部是无条件的，不是在乎我们怎样有没有信耶稣跟从耶稣。但是呢，所有我们经历到的恩典都是因为神这个无条件的恩典，跟着你有信心亲近，这些恩典就成为你的。即是没有信心、没有跟从，是不会成为我们。虽然神已经摆在那里了。那有一个比喻，马丁路德的比喻，个王给一个宝女，你是你的，你有信心你就拿到这个宝女，你没有信心，个宝女不是你的。神给我们很多恩典，这些恩典呢全部都是说我们信靠他、亲近他、遵从他是得到的。所以是有条件的，是有条件的。咁咧就讲到救恩嗰方面咧，即系有好多人就认为信心唔系一个条件，信心只系一个攞嘅方法，即系耶稣救我哋，我哋就信心攞佢嘅方法。咁呢、这个个定义问题啦，但系总系呢个人要信佢先会得救，佢唔信咧系唔会得救嘅。虽然耶稣已经为我哋成就呢个救恩，但系必然信佢先得到嘅。咁呢个喜悦同埋爱嘅分别系咩咧？爱系无条件嘅，全部人都爱。个个都爱，但系神喜悦嗰啲亲近遵从佢嘅人，即使喺基督徒中有啲系更蒙神喜悦，有啲咧系好少地方得蒙神嘅喜悦嘅。咁圣经讲到喜悦，譬如呢度讲到测验何为神嘅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嘅旨意。点样嘅人得到神喜悦嘅旨意？就系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唔好效法呢个世界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咁佢就能够得到呢个神嘅喜悦。神系爱佢人预备眼睛未人睇见，耳朵未曾听见嘅，就系话咧呢个就系喜悦啦。神喜悦你，佢就为你预备极大嘅恩典啦。OK， 咁下面呢度咧嗱，其实圣经都有讲到，即是有不同的人是神喜悦的。譬如讲到摩西，神是会听他的祈祷，他是神所喜悦的。
因为咧佢有一个尊重神嘅心、亲近神嘅心。咁呢个我讲到四种嘅祈祷咧，系好有帮助，大家可以呢个礼拜去试下，以后都试下。咁咧呢啲系建立关系嘅恩典祈祷系乜嘢咧？是宣告神恩典，神点爱我，神睇重我，神关心我，神祝福我，神同我一起，是由神到人的。那敬拜的祷告是什么呢？赞美神，感谢神，多谢神，同埋我加上一些感性一点的，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掹住你，我欢喜你，我喜欢你。那有些人说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呢？如果圣经都讲到神喜悦我们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喜悦神呢？其实圣经有讲到的，以神为乐就是喜悦咯。以神，神是我欢喜，我喜欢神，我欢喜神。所以这些都是圣经有讲的。因为这些呢，其实人的感情呢，是人有灵与魂，灵是人的最深处，魂呢包括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。而这三样呢，最深的一样是感情。譬如我哋谂翻细个嗰时，我哋会有不同嘅感觉。有啲人谂到细个嗰时好开心嘅，有啲人谂到细个嗰时系好痛苦嘅。你唔记得发生咩事，不过你记得就系开心，亦或痛苦。即系话感情系我哋人比较深嘅一部分。如果你学到个心中意神嗰种祈祷咧，你已经会经历神更多嘅。一个人很喜欢神，他就从心底处发出跟神建立关系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学习就是说，神啊，我欢喜你，我喜欢你，这个是更加深层的。很多人就是说我遵从你，这个很就是很悟性的，是只是理性的方面的。一个人他喜欢神，喜欢神他自然会遵从神，不是只是说我喜欢神那些好东西，而我真的喜欢神和所有关于神的东西。那的时候呢，他更加会喜悦神和遵从神的。好了，恩典的祈祷敬拜就是我喜欢你，也都加一些感性的，多谢你，喜欢你，欢喜你，我挨着你。互动的祈祷就 是根据圣经，我在祈祷神是喜欢的，多谢天父，我这样祈祷的心里面相信我一路祈祷神是喜欢的。这一个祈祷会帮助大家更加喜乐的。很多人祈祷是怎样？神啊，你快点帮我，神啊，我很多问题啊，我不开心啊，我经常都觉得做极都不够，祈极都不到，都不到位。但是当你说我一爱神，神就喜欢了，神就欢喜了，神就祝福了，这样的时候呢是更加开心的。我一起身就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耶稣现在很欢喜，我心里面这样想，我真的会开心一点的。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互动的，就是我一爱神，神就欢喜了。那又委身的祈祷，神我愿意听你的话，感谢你，多谢你。好，现在问大家了，我给你例子，你告诉我是什么祈祷、我一祈祷神一定听我祈祷的，一定回应我的，这个是什么祈祷啊？互动的，是的。神咧时时挂住我哋嘅，神想祝福我哋嘅恩典系啦。我愿意全心跟耶稣，我愿意全心听耶稣话，系啦。OK， 多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我中意天父，明白。好嗱，你大家都识得咧，你就可以试下多啲用呢啲嘅祷告咧。咁你嘅同神关系更加好。咁我讲埋呢度嘅祈祷嗰度啦，就系灵与魂呢度呢个经文啦。那真正拜父用心灵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啦。嗰、那个要咧就系喺原文系 seek， 寻找神揾啊，神喺你中间揾嗰啲人系用心灵诚实敬拜佢噶。而心灵咧，整个人嘅心灵包括咩咧？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同埋灵呢、这个魂啦。就是有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。那即是什么意思呢？整个思想就是神是最好的，跟从神是最好的，神的道路是最好的。意志就是我全心听神的话，跟着耶稣。感情就是我喜欢神，我欢喜神，我欢喜神，我欢喜神做所有的事。我见到雀仔飞我觉得很特别，神做的雀仔真的很漂亮。我见到人的眼，我觉得人的眼有感情，我觉得神做人有感情真的好。我见到人会照顾 BB， 我觉得很好。我见到动物会照顾 BB， 我觉得非常之好。这些都是神
做人做各样嘢嗰种爱啊。咁我心就好中意神嘅，我成日都谂到神，我就欢喜嘅。我譬如我曾经试过去宣教，那个机场话嗰个飞机改变咗时间，你要等十个钟头。咁我第一个意念咩咧？哦，唔紧要，十个钟头喺度祈祷啦。我系会唔紧要嘅，我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我就喺度爱耶稣咧。神的平安和爱同我一起，我是很欢喜的。我希望大家都学这种多谢天父，耶稣你真好啊，感谢你。最后这个就是灵了，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重他的圣名。凡在我里面即是整个人，就包括灵与魂了。哈利路亚，你试一下这样从心底处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从心底处发出，你会经历圣灵更多的。我们一起 起身祈祷。放松的人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多谢你好爱我们啊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我深爱你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，天父你好锡我们，我们个都是你所喜悦的，你所欢喜的，你喜欢的，你陪伴我们，你和我们一起，感谢天父，求你教我们怎样用心灵诚实敬拜你，神你就欢喜，神你就寻找这样的人，你就会提升这样的人，主求你提升我们的生命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。你可以一起唱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。多谢天父，多谢你锡我们，多谢你爱我们，多谢你和我们一起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我们欢喜你啊！你先开声，我们欢喜你啊！我们多谢耶稣，我们多谢耶稣，我们喜欢你啊！我们喜欢你啊！感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哈利路亚。